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小安哥，今天教大家拍喝茶的照片。看鼻子，看鼻子，哎，放松了，一二三，太好。来，这样吹着箫，对，看着远方拍一个，对。头地下看水里有条死鱼，拍一个，对。哎呀，对，这样倒茶的拍一个。跟看着远方的拍一个，闻一下茶，闻一下茶的拍一个，对，栽花的拍一个，然后花这样放在水里拍一个，对。勾过去摸花的拍一个，对。